小孩都睡了，我看我对象今天又跑这屋来了，干嘛呢？看呢？哎，媳妇儿，你们今天又上那屋来干嘛？不理我呀？我自己玩会手机，怎么了？玩会手机也不跟我说，悄没声的跑过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怎么了？跟我说说，怎么不理我呢？干嘛？你那表情？为什么不理你自己没点数是吧？我怎么知道呀？你拍我干什么？不要拍我，拍我干什么？我生气，不想理你。我怎么得罪你了？你怎么得罪我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嘿，那就一直到你知道为止。不就是前两天你要去逛商场买那灯牌杆，我那个手持云台，我看太贵了，比网上贵多了，我没给你买。贵100来块钱，怎么了？100块钱也是钱啊。从网上买都省了一百你多说领嘛！我去买，然后也没有买，就空着手就回来了，我你从说网上话不买，算数。就因为这点事，你不这两天不理我？这是小事儿吗？这个是你出言，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嘞？出尔反尔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出尔反尔，你我跟是我说说。从网上给你买，又没说不给你买。我不相信你，你在网上给我买的东西多了，然后你一个都没有落实。哎，伤心了，走了。拜拜，不送。关门。哎，30多岁了，就跟小孩似的，天天还跟我生气，我都给他买来了。这什么？那，嗨嗨嗨，笑得怪快啊，翻脸比翻书都快。这个怎么跟店里的那个大小尺寸不太一样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反正这最新款，大疆的手持云台最新款，你在哪买零的？某四。你要去店里买的还是去网上买的？我肯定从网上买，我这个人能省一百是一百啊。我拆开了，拆吧。拆开看一下哈，因为你以前光骗我，谁知道你这个。我骗你啊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我骗你啊！你把我骗来了，把你骗来了。这是怎么开？我实力只是不是骗。实力，你是靠实力骗来的，也是骗。哇，我梦寐以求的。以后再也不担心晃悠了，拍摄视频老是晃。永远跟我的颜值很配。确实和你很配。谢谢我们家武大郎。哎呀，来点实际的，不要，来，要亲亲亲一下，来，来。滚！不要亲，我现在没有心情亲你，我要看。我知道买了这个就离我更远了，整天爱不释手拿着这个东西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哎，这个我还掌握不太好。这个，我再研究研究，看看说明书。说明书这么厚啊！你不是看我不管，你就给我安上，然后我就用就行了。这个说明书够你学一晚上的。我不要学，我不要动脑子，我现在不喜欢动脑子。我动脑子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能偷懒这种事情我就依赖你了。这是一个包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装它的。这是一个还有你别扔我这个呢，这是一个袋儿挂上的。啊。好高端。这充电线，这是那个，这是这个。你还没跟我说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比网上便宜100块钱，咱去看的时候1999，这个899。嘿。899。我要把我的视频拍到更上一层楼，更上一个台阶。为了这个设备，我也得好好拍视频，不枉费我们家武大郎对我的一片那个什么心。我们两个在这儿研究了一晚上，还是没研究完，下次再说吧。明天有时间，今天太晚了，我要去先去睡觉了。他要是还想研究，就让他研究吧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就拿着那个拍摄了。